我们打谁？13岁的酷鸡粉丝，还有这什么 ？C 区 O 啊，不会打问题喽，要认真打。谁叫我跟他说生日快乐？嗨，你好，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台主只想打炮吗？我只想赶快跑到打十精英啊！我只想赶快跑到精英啊！啊 ！VACALL， 请关掉小游戏，拜托！我刚刚已经关掉了，那个跑跑卡丁车已经被我关掉了。居然想只想自己考考，好扯。今天的话，我跟那个，先感谢你的抖内啊。我今天的话，我打完喽，我才玩，因为我觉得今天有点不愉快。我们专心打。你要骂嘞！妈，我开场就跟我说你想输，气死我！还装子弹，甜蛋格雷夫，这是为什么我想选伊约利亚？我们不要让他喷普攻，掉那只小兵无所谓，打上路就是掉几只兵无所谓。但是你的线跟血不能输。他还不会两等，啊两等，因为两只小兵同时死掉了。干你的！少掉一个闪现，别打不赢，拜托。两个人都有闪现，你在那边跟我打嘴炮，朝天打就好了啊！白痴，我闪现已经烧掉了，然后你跟我说朝天打就好。然后这不是重点哦，你知道他刚做什么事情最让我生气吗？你知道他一开始先把奈德一打残，奈德一交闪，他闪现去打那个格雷夫，你们都没有发现对不对？你们都没有发现对不对？你知道他闪现打格雷夫吗？你知道这件事吗？奈德是有机会死的、啊，是有机会，但是机会不高。但他把伤害打在格雷夫身上，他把那个 Q 伤害打在格雷夫身上，就不会赢了。然后还送他一个红 buff， 然后他直接买那个吸血枪，然后现在买这个鞋子拿来逃跑用的。不想漏炮车，我去吃他一下普攻，掉了100滴血。啊，奈德3.1了。感觉被他控线，
被控线了，失败，垃圾强攻。栽啦！别怕，不过我在游戏中我还是不会喷他、啊，因为我觉得一场游戏还没输就不要放弃啊。但为什么凯南刚在吃河蟹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三等还 Q 不死，三等 QQ 不死，后排小兵。好，知道了，下一次记起来。那给夫这版就会出那个什么？想吃炮车啊！呵呵，我们就先吸金就好，反正我们 CS 也没输。中后期打团，只要凯能有闪，我们团战不容易输。因为对面没有 CC 可以阻止凯能进场，只有布朗姆的盾能打，可是那个范围那范围没有办法那个，没有办法阻止他。小兵漏了有点惨，我觉得八分钟五十刀还行啊，而且对面场也差不多。我会标记到了，我一定要交闪，不然我就被 Q 到。还好回家了。哇，还烧一个闪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兵器。啊，这样等下我没闪现。还有一个打嘴炮啊！聊天室鼓励一下我们家凯能吧，凯能加油，你可以的，不要放弃，好吗？
哦，紫色屠戮！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！ 你这个屠戮，超烂的！紫色屠戮，不能让我的上塔的亏损有价值一点吗？紫色屠戮，我掉了三波兵帮你们打这波会战啊！ 掉三波兵帮你打这波会战啊！我靠，没死！那他九等哎、欸，哦，等于说好多。我这波吃完应该八等，八等半。那他要再吃一波，所以他大概九等六三分之一。 有人说这样赚吗？其实我觉得不赚，嗯，因为今天对面还是会有一个 TP， 然后我现在2分20秒内我都没有主动权，然后葛夫在这种角色，我只要跟他平装的情况下，我三项出来一波爆发是可以把他灌死。 东西好强哦！ 我被回火打死了。 不过无所谓啊，再怎么样都比刚那场有机会多了，就先打着吧。 只是我三项这样出来太晚了，我14分钟这一趟，再回家才有三项，其实已经很晚了。如果拿到头的情况下，尽量在13分钟就把三项掏出来，会比较好。继续插眼，那这里就好，我们再插深入一点也没什么用。 哇，不行，那直接跳下来。他机动性太好，我不能乱跳 TP， 我不能乱按 TP， 我只要按了就没有取消的本钱。
只能靠他们自己。反啊！我是闪 Q 不到哎、欸！没有，我刚看到的时候我已经死了。可以吸我八七无所谓、啊，这波是我在累。干打得好烂、喔，不能被影响，不能被影响，不能被影响。我刚被烟雾弹淹到，然后第一时间被打出那个布拉姆被动，然后我就死了。这样我想出手套，我觉得我被吃掉一波爆发伤害太高了，然后我觉得我还要再点伤害。小龙50秒，我打48秒，我刚才把这波兵洗掉。喂。这时候打起来，但这时候我没打、啊。干，他的盾挡掉我伤害。我靠！他盾挡掉我伤害。不然他应该死了，他挡掉我一次普攻真伤。我觉得单挑打不赢这家伙，还有那个幻影之物。哇，那护法小兵的，
再买一把长剑，他们这样压塔是我们的机会。Nice。 是假的哦！我要是真的去闪 Q 那个分身，我就被洗吧洗洗，然后翻掉了。哇！那我觉得伊约利亚这款伤害是不是？我觉得小兵的 buff 对伊约利亚很伤。你们知道以前有一个版本，伊约利亚 WJQ 只要有三项的情况下，你只要有出到第二件攻击装。 就算是一把长剑也好，你就至少可以撑到25分钟，你的 WJQ 小兵就会直接死。可是有一次 buff 小量的那个微量的小兵血量的时候，就再也 WQ 不死了。哇，好惊人啊！714耐德利。 不过这跟我现在有点逆风也是有点关系。啊，双 carry 被杀了。不行，伊泽瑞来了。 我们刚死了两个 carry， 中塔还没掉。Please，我想试一波，至少把这个杀掉啊！我们现在巴龙压力太大了。 在这时间点，我们再失去巴龙视野。对方的蹲草太强了，有勒布朗，有布朗姆，然后还有奈德利会吃标，那个伤害太高了。现在不要出去啊！ 不要让他们到！妈的，逆转啊！操他妈的，好爽啊！再追啊！精英问号。
好、哦，我刚那个精美的 TP 途径那个伊泽瑞尔，直接晕到他一套把他带走。我们的415伊泽瑞尔直接变成425。罗坦伤害。我、哦、看，哎、欸，这家伙。哎、欸，我靠，卢锡安，卢锡安，卢锡安冲会送头啊！卢锡安好像去送头，好可惜哦。他如果等那个等瑟雷西跟龙女把他杀掉的话，就赢了。看我们吃霸王还输会战，嘴炮那奈德利就一换一而已，将我送头，功能小。哎，没 TP 啊。那些跳进来就是要死的啊！哇，一套就死了、欸！啊，空的 ，nice， 屌送一波。说好的逆转呢？你们就知道三打五啦，海空大送一波，凯能卖我、欸，他没有跟我一起打同一个位置，别死啊！我们现在是要守啊，对面拆那个双塔没什么差别啊，守住就赢了。Nice。